好冷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丹，我是梅乐。我们这次又来录影了，又在超级寒流的时候来录影，而且这次是在海拔1000公尺的地方，所以更冷了。我们来的这个露营区是新竹的山岚露营区，好冷哦，漂亮哎。对，这个后面呢，就是你想要的在森林里面露营的感觉了。走吧，搭帐篷。每次来露营区第一件事情就是搭帐篷，走。它这边营区分成这种草皮区，然后草皮区这边有一个可以让你下雨的时候还可以露营的地方。那它这边除了草皮区之外呢，最漂亮的就是上面这个森林区了。我们这次包了这个杉木区，然后它这边呢有像这样子的碎石子的地。来，我要来搭我们的帐篷了。这一次帐篷搭得漂亮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要先拿骨头出来。等等啊。这个营区很漂亮。你不是一直在想要找这种山林系的露营区吗？然后，嘿嘿就帮我们找到了。有够冷的山林系露营，但我们这一次呢，有厨师，然后有焚火台。对，应该比较不会那么冷了。对，来看看你这次搭这个帐篷要花多久的时间。计时开始。你连拿骨头都很久了。到我们的帐篷了，那我们来一个 room tour， 开箱一下我们的帐篷好了。好，你可以一起带啊。我们的床，我们这次用床垫，因为这个比较软，所以我们选择用床垫。对，乳胶床垫。然后我们这次超冷，所以我们带了一个小小的电毯在这里。因为自己家里的棉被。露伟这次跟我们一起睡同一个帐篷，然后他用这个气垫床。好，继续 set up 我们的床吧。我们还想要买一个前面的地垫，可是我们这次来不及买，不然我们这里也是可以很 chill 的哦。去看一下隔壁的帐篷。好，我们先来参观蔡蔡他们的帐篷。哇，他们还有焚火的耶，都不冷了。我们等一下就是要跟他们一起使用他们的这个。对，寄生 Maddy，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加油。我们爬山也要靠人，然后露营也要靠人。对，去到哪里都要靠人。对啊。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靠的对象，我们这里有西班牙的大厨。你就先跟他们说，我们准备的食材可是我们不会煮，想不想帮我们煮一下？对，我们就是啊，这好温暖哦。这个是蔡蔡跟他朋友借的。它这个是煤油的暖炉，然后上面你还可以把你要保温的东西给放在上面。哦，很棒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今天晚餐吃饭的地方。我们今天是有12个人，总共有5个帐篷，所以我们这一区算是包区。只出了一个区以外就是包区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大家一起在这一个客厅这样吃东西。大家一起吃比较热闹啊。对。就不会冷。噔噔，这是我们的客厅帐，大家在忙碌的准备东西，桌子、椅子。我上次发现他们的桌垫这样子，就是如果上面有脏脏的屑屑，就不会卡到缝隙里面，不会觉得很碍事。Maddy， 那我们要去开箱他们的厕所跟洗澡的地方吗？好啊，在森林露营，蛮棒的，营地是蛮漂亮的。对啊，这营地蛮漂亮的，真的有在森林里面露营的感觉哈。你看那帐篷也蛮漂亮的，它这里蛮好，有这个饮水机，有热水，热水的饮水机，然后还有冰箱。看它写什么，热水供应时间5点到10点。哦。来参观一下它浴室。浴室很干净。哇，它浴室很厉害耶。很干净。我来看它有没有。不错，这不会有虫啊，上面就有纱网了，很棒哎。完全不会有虫。哇，而且它这浴室算是这种森林深山露营区里面算很好了哈。我在试用它的水，看看强不强。你说你洗澡的时候吗？对啊，我洗澡的时候在试用它的水，看再跟你们说。还要拍吗？拍什么？还要洗澡？可是它男女是在一起的。对。厕所也很干净。它厕所就是蹲的。对。
哦，厕所也不会有虫。哈哈，男生上厕所的地方原来在这里，在外面啊，它有吹风机耶，在这里很好哎。Melly， 我们现在这个营区，它现在起雾了哈，嗯，看起来就哇，真的有在深山里面的感觉。对啊，但其实这也没有到很深山，从山下开上来也没有很久，也半小时而已。嗯，我觉得他们这个感觉比较好搭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看别人都觉得感觉比较好搭，然后就我们到时候换我们搭的时候，就结果又搭了很久。没有，这个我上次有一起搭过。我觉得这露营区很不错哎，很推荐来哈。下次再来一次。好。那我们要准备我们的食材了。然后我们去看看我们今天晚餐吃什么。好，我们这次露营，每一个帐篷要准备一道料理，可是我们不会料理，所以我们准备了食材来让我们的大厨料理。这一次是在这个大丈夫水产订的一些海鲜料理，那我们等一下去看看，来看看它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。你看这个，它上面还，它这一张上面还要写一些感谢订购的资讯的东西耶。真的、哦，这么贴心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我们订了这个扇贝，还有两个，嗯，它一份就是这样，大概六到十个。这多少钱？三四百块吧。嗯，它官网上面都写。然后还有这个鱼。哦。然后它每一个都有附这个薄冰袋。我们还订了明太子鸡翅，还有一盒虾子。嗯。然后。哦，它很贴心的就是它还要附这个保冰袋。对，我们这样子定下来呢，这样子一箱大概是2000块钱。对，哇，那干贝太大颗了，那是干贝吗？对啊，太厉害了吧，借我看一下。哇，这是干贝吗？超大颗。哦，这哪里买的？朋友特地去哪里啊？北海道是不是？没有，朋友特地跑到北海道去买回来，期待着晚餐。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吗？好，我们不要捣乱好了，我们不要捣乱就是帮忙了。Melly， 我们这样子露营也太辛苦了吧？还有大厨来帮我们煮晚餐。如果说每次露营都这样子的话，我可以。我们要负责搭帐篷，我接受外汇费用。哇，我们这个看起来也很厉害耶。你们怎么躲在那边？好幸福哦，嗷嗷待哺了我们。来看一下现在温度几度？哦，三度。很惊讶什么？也太冷了吧 ！Ready，、嗯、太冷了。我把两天的衣服全部穿在身上了。我来数一下，我现在到底穿了几件？一件发热衣，两件帽 T，、嗯、一件毛外套。你很夸张哎、欸！有棉被吗？好冷哦。你很夸张哎，还是你去洗澡啊？没关系，我就这样就好了。有事哎、欸！我们现在在弄我们还没有解冻的扇贝跟虾子。你看这超夸张啊！真的，它好像从冰河时期然后拿过来的东西。天气太冷了，这个没解冻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扇贝。啊！掉了。那我就先拿过来。要找一个空锅子。那个要去就拿起来了，你拿一锅就放，因为那个是已经熟了。很好吃的，有点咸咸，还有水味。然后你一口都没有留给我。哎、欸，那不是还有一个？那是梅子的。你看这个虾子很大只，你看我的手，看得出来。对啊，那寿司要鱼什么虾？好啦，你看虾子。超大只，来剥来吃。哎、欸，它这很好剥哎、欸，新鲜的虾子才会好剥。对，那时候吐的稀里哗啦，然后红酒又那个什么，可以，超好吃。如果那时候不好吃，对不对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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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，寿星生日快乐。谢谢大家，生日快乐哦！我来看阿丹在做什么，你在做什么？ Hi, 在取暖啊！我们把那个没有暖炉放在我们的帐篷里面，等一下帐、這個、篷整个变成超温暖的。等一下睡觉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。我觉得可以睡。晚安。嗨。早安。
怎么样？昨天很冷哈、哦。今天很冷，还好有这个暖炉。真的还好有这个暖炉。早上还是很漂亮。对呀、啊，这个露营区感觉很适合，很适合夏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来。嗯。因为它太阳出来是在那一边，所以就比较不会被太阳晒到。又有很大颗的苏打。大厨，你今天在做什么早餐？葱抓饼。嘿。哦，还可以。大厨，好了没？饿了？还没呀，看起来就是还没。嗯，也是脆脆的呀。葱抓饼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好吃的一种食物吧。正面翻一翻，然后反面翻一翻，然后把它抓开，拉开。收拾没了，又到了收拾时间了。没错，每次来露营就是匆忙的搭帐篷，然后再来匆忙的收拾。悠闲的拍照时间只有一下下，生日快乐，好结束。好啦，生日快乐！你在讲最后一句啊？走啦，下山回家，拜拜。拜拜。